蔡诗芸、王阳明结婚至今已有8年，两人育有一个宝贝女儿，也一直爱得很高调。不料先前却传出夫妻俩闹婚变的消息，因为蔡诗芸长达半年没有在社群提及老公，王阳明也很少与老婆互动。然而双方对于传言迟迟没有做出正面回应，引起外界疯猜。直到蔡诗芸近期登上音乐季演出，公开了和王阳明在后台的合照，才间接澄清了谣言。日前是王阳明的41岁生日，蔡诗芸也不忘发文为老公庆生，她 po 出了一系列照片、影片，祝福老公拥有全世界的幸福。她和女儿都很爱对方，王阳明也分享了一家三口参加聚会的照片，以及女儿亲手做的生日卡片，让网友们羡慕直呼两人的感情真的好甜，一家人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啊！